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神他正在垂听。有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照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是因为他更了解什么是我们更需要的东西。还好我们的神不是有求必应的神，他是按着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祝福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今天凭着信心向他祷告，来到他的面前。箴言四章一到九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它，它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说到智慧可以护卫我们，智慧可以保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神的律法或者是从圣灵而来的这些提醒，我们觉得挺麻烦的，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好像很多的限制。这些限制真的是我们的保护，真的是我们的护卫吗？还是只是来成为我们好像绑手绑脚，让我们觉得好像受限制的一种规条或者是教义呢？你可以想象，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个社会里面，其实都有制定交通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几乎在每个社会里面都有交通规则，甚至很多的交通规则是世界各个国家互相通用的。就好像我们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绿灯我们可以通行，这是世界各个国家一致的一个大的原则。但对每一个人来讲，那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呢？很多人会告诉我说，遵守交通规则的目的是不要被警察抓到，怕被罚钱。好，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那就大错特错。交通规则制定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处罚那些违规的人，他希望没有人违规。交通规则真正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保护、维护每一个行人的安全，让每一个走路的人、开车的人能够在道路上能够有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安全的一个交通环境。这才是制定交通规则的真正目的。但很可惜的是，每一天生活里面总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就是有人破坏这个规则，他的心里面是故意破坏的。有些人心里面可能根本没有交通规则，他不知道什么是规则，所以他就照着他的法则开车，照着他自己的想法去走路，所以总是有这些的意外产生。一旦在交通事故上发生了意外，很多的人生命受到亏损，甚至有的人因此而死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不得不回过头来说，我们真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它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神的话或者是说神给我们的智慧的提醒，就像一个交通规则在我们的心中的一种反应能力或者一种认知能力一样。神的律例、典章、法则
透过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智慧的提醒，为的是要保护我们的生命不受到伤害，甚至是保护我们自己，也要保护我们身旁的人能够活在神所赐福的生活里头。但是总有人像违反交通规则一样，去违反了神的命令，违反了人的神的法则，以至于不但造成别人的生命的伤害，也可能导致自己生命的伤害。今天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别人不违反神的律例典章，但是我们可以保守自己在神的智慧里面被提醒。也就是说，当别人闯红灯的时候，最起码我是不闯红灯的人；当别人违反规则的时候，我是小心的，我是能够避免伤害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懂神的逻辑跟法则，没有智慧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继续的我行我素。但基督徒让我们有神的智慧提醒我们如何走在神的法则当中，能够保守自己，也能够祝福别人。当我们细细的去品味箴言里面的每一段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箴言很多的话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棒，也非常的受用。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后面，这边说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加给你。也就是说，当我们得到智慧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而这个智慧就是神自己，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道，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当他努力去开始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一定可以从他所努力的代价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人去努力的追求学位，他就得到很多的学位；努力去追求金钱的人得到很多的金钱；努力去追求美丽的人也得到很多的美丽。你我成为神儿女的人，要努力的去追求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必然得到神给我们的智慧。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到有一个人，他家里的这个冰箱坏掉了，他就找了一个水电匠、水电工到他家来修冰箱。就这个水电工到他家来修冰箱啊，修了半天都修不好，就这个主人就觉得这个水电匠好像很没有用。但是呢，这个水电匠最后拿出了他的法宝，就拿了一个小锤子，在那个冰箱上下左右上敲一敲，敲一敲，哎，冰箱就恢复正常运作了。啊，这个主人觉得很好奇，他就说：“我们家的电视机刚好也有一些的问题，你可以帮我们修修电视。”啊，这个水电工又开始修电视，一样修不好，修不好。当他拿出那个锤子敲一敲电视，哎，这个电视也突然恢复正常，可以正常的工作。所以这个主人就很好奇，他说：“我们家的洗衣机有问题，你要不要顺便把我们家洗衣机也修修看？”果然，这个水电工就拿起了锤子，就把洗衣机敲一敲，洗衣机也可以用了。所以这个主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问这个水电工说：“这样修理下来一共多少钱？”这个水电工跟他讲说：“大概要5000块钱。”这个老板就这个主人就问他说：“你那个锤子卖多少钱？我可不可以给你买那个锤子好了？”因为他心里想，以后我只要买你那个锤子，我不需要你来，我那个锤子敲一敲都可以把所有东西敲好，有锤子就行了。事实上，这个故事里面的锤子就好像这里神所提醒我们的智慧一样。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做这个好像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有时候当你没有果效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你的人生能够带来更美好的果效，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当我们领受了神，领受了智慧，领受了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智慧可以帮助你面对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面向，每一件事情都有不一样的影响力，也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来。所以盼望我们不单单只是找一个水电工来修你的东西，如果能够把锤子买下来，那是多棒的一件事。不要只是忙碌着生活所有的事情，如果能够把神的智慧追求放在你的生命当中，那变成是我们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
而这个智慧是从你而来的。既然我们渴望要有这样的智慧，主就让我们花代价吧，让我们花代价去追求，让我们花代价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花代价能够去寻找得着从天而来的属灵的智慧。盼望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神悦纳一个智慧的儿女，使我们的生活在每一个面向都能够因着神的智慧而能够做好的一个选择，带来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果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